贾正杰理事长和铁贝尔会长上台给钻石赞助商 Alpha Choice Insurance Broker Limited 颁发钻石赞助商的奖牌，有请 Wendy 王。我还没走呢。谢谢胡森。那么好，有请 Randy。 那么 Randy 跟我们分享一下。沙发敢说好不好？因为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刚才看了听了这个几位这个市议员的讲话，很有感触。中国人在国外，这个无论你从政或者从商，都会遇到很多这种困难，Alpha Choice 也是经历过这个十几年的发展，走到今天，首先特别感谢有机会和这个 CCA 签了一个长期的合作的计划，给 CCA 各校友会的会员们提供这个特别优惠的保险，这个保险呢是来自这个刚才看到 Aviva Canada 加拿大第二大保险公司，还有一个呢是 Intact Canada Group， Intact 是加拿大第一大保险公司，这个呢也是两大保险公司第一次给一个社团组织同时提供一个优惠的保险的情况，其中特别感谢 Intact Insurance。 Intact 实际上给了我们 CCA 的会员几乎是员工价的一个车保险的价钱，再次呢也特别感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有很多的 CCA 的会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基本上超过80%的会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给会员就是省了钱，提供了更好的保障，然后呢也提供了一个非常优厚的这个服务，理赔的服务，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各个校友会的会长们更多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给这个会员们提供这个更好的服务，更优惠的价钱，谢谢大家。好，谢谢。